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来吧老铁啊，剩最后六单了，就这款断丝取竹器啊，家里有断的螺丝不用愁，找个合适的钻头在螺丝上套个小孔，只要这款断丝取竹器啊，它是倒齿牙的，你越拧它，它和螺丝吃的越紧，这样就可以轻松取出，今天只要个位数还包邮。